们认为台湾发展游艇产业超过40年，2013台湾接获80尺以上巨型的游艇订单总长度，所以位居全世界第六名，亚洲第一名。那我们每年创造50亿元的商机，这是台湾的荣耀，也是高雄人的骄傲。真的谢谢我们这些业界的努力。那目前全台湾游艇产业有80%集中在高雄市，90%以上是以高雄港为输出港。那高雄市可以说是台湾游艇产业孕育的发源地。我们为了要加强行销游艇产业，高雄市政府、经济部、国贸局，还有外贸协会、台湾区游艇工会，大家一起合作，选定台湾我们的高雄展览馆来举办2014国际游艇展。我们希望能够为业界创造商机，拓展我们游艇国内外的市场。另外我觉得2014台湾国际游艇展是亚洲最大室内专业的游艇展，在台湾也是第一场。今天起4天的展期，我们参展的厂商已展出时尚、创意、科技、节能、全球化的游艇为主要的焦点，来搭配游艇相关5G零件的设备，还有船舶的设计、航海的仪器，还有内装设计，包括维修的服务、游艇码头规划的设计，还有开发跟经营管理、水上休闲活动的器具，还有海洋观光、休闲旅游等，总共有168家厂商参与，展出的单位高达861个摊位，现场更是有50艘豪华游艇的展出。我们来办理游艇发展的论坛，还有跟国外的游艇业者、专家学者来进行更多深入的交谈。大家目前所在的高雄展览馆能够具有完备的一个陆域的一个室内的展场，还有另外在码头我们也有水域的空间，业者投资了1亿元打造我们游艇码头，那可以停泊40艘以上的游艇，来打造游艇王国的这样的一个意向。那展览期间，高雄市政府整合交通、住宿、餐饮等相对的很多优惠措施的方案，来全力协助我们宣传行销。我们预计可以带动50亿元各种周边的商机，来凸显台湾游艇产业在亚洲地区的独特性，聚集国际，聚焦国际，能够增进高雄城市的曝光度。我们也要宣扬高雄是游艇之都、海洋城市的意向。2014台湾国际游艇展不仅是我们游艇相关业者的盛会，期待很久了，更是一场属于全民的游艇的盛会。高雄市政府代表、地主代表、主办单位，感谢经济部、国贸局跟游艇工会全力的协助，在这里再一次代表高雄市欢迎来自各地的好朋友共同参与这一场游艇盛会，也要预祝我们2014我们台湾国际游艇展
能够非常圆满顺利成功。在这里祝福在场所有的贵宾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多来多谢，来多谢。邀请到的是本次展览的执行单位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王志刚董事长，我们说几句话，欢迎王董事长。这次展览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台湾的游艇业已经到了新的一个境界了。因为我们台湾游艇业客制化能力特别强。什么叫客制化呢？这个满足需要装备加爱盖子，两爱盖子。我们的游艇制造商随着买主的意愿，很激动地满足顾客的需要，这个呢能做一方面。第二个，我们生产制造能力，全世界大家说的表率。那第三啊，我们的工艺的水准非常高。你注意看游艇里面啊，价格那样，本身就是个艺术品，精雕细琢。尤其是土木这个木材的工艺能力非常强，这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国家喜欢买台湾制游艇？我们有它独到之处，今天深深获得一些游艇爱用者的青睐。我们这次游艇展有几大特色，第一个在规模上来讲是空前的，我们这次参加的厂商有168家，对，168家，我们费了很大力量凑足168，一路发嘛，好兆头，对不对？是吧？那用的摊位呢是861个摊位，你豆瓣转换完马西168，对吧？啊，昨天马西大大下66大寺嘛，我们60条流体，这个规模来讲啊，室内规模展。是全亚洲第一，全亚洲第一，全世界是第二。我们游艇业的产值，今年估计可以成长32%。这32%的成长率啊，让我们游艇业在亚洲可以说是坐二望一啊。我们游艇业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产业，这是在规模上面来讲。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台湾的游艇业啊，还有很多其他特点。我们都在这个展览会上发挥，我们尽量让它国际化。今天我们国内参加游艇厂的厂商有25家，你每一家都把它最精彩最得意的作品来拿出来。那么外国呢有2家，有个德国厂商，有个瑞士厂商，也拿出它最精彩的作品。除了这60条游艇之外，刚才陈市长都提过，我们对一些五金类还是一些装备器材的提供，我们一共有103家国内的厂商参加，一共9个国家36家做这个零配件厂商参加，所以这是规模非常庞大的一次游艇展，深深受到了国际的一个瞩目。所以这个游艇展它代表很高很高的一个工艺价值、制造能力等等。那么另外第三个，我们这次来参加游艇展的大概估计至少有3万多人，3万多人包括买者，包括业主等等，那跨老的有多少？跨老的我们再把这个讲了哈。那么已经有1000多位买主，现在已经到我们高雄来了，估计啊已经创造很高的一个买气。所以在这里啊，我们是这个展览，我们相信会创造我们台湾游艇业一个新的里程碑，会让我们游艇文化在台湾也可以盛行。而且为我们高雄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商机。外贸协会在新馆开立3个展，我们已经负责办2个展了。在上次构建展的时候，我曾经跟市长啊、王立伟啊、这个林立伟也报告过，我们外贸协会现在积极的培训各地的贸易人才，充分提供各项的市场资讯。我们计划在高雄市今年一年要办120场各种不同的训练计划，跟市长各位委员报告，我们今年1到4月份，我们已经办了70场了，比您起霸地了，比您霸王了啊！我们希望，对，把我们的工作经验啊，
把我们的市场研究的结果充分提供给高雄地区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是我们重要的培训对象。我们希望有一个繁荣的高雄，有一个繁华的台湾。谢谢一位，谢谢各位。谢谢董事长给我们带来的支持。是本次活动支持单位台湾汽油艇工业同业工会吕嘉阳理事长致辞，欢迎理事长。他每一次支持啊，都非常喜欢在展馆的后面，因为他们都会把一些不容易记住的数字讲过一次，所以我就不用记得太多。所以各位长官在支持的当中呢，我都觉得说他们真是游艇达人，我还需要补充的还真不多嘞。我们游艇产业发展那么久，如果这样来讲说，以一百里路来讲，我们发展了将近半个世纪，到底我们走了几里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常觉得说，我们事实上才走了二十里路，我们还有八十里路要走。那么这个八十里路是哪里？我们二十里路是在走什么路？我这样觉得，我们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毕竟我们有好的名声在国际上，我们制造好的产品在国际上让这么多的这个使用者来使用，已经接近快三万艘的游艇。可是我想，毕竟还是在浙江啊，那毕竟还是把这么好的东西辛辛苦苦的完成，然后送到客户的手上。我觉得我们还有另外的路要走，那会是什么？就是我在想，什么是一个完整的游艇产业？它应该除了制造之外，下一步应该就是我们的展售，再来就是我们的休息。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五月八号，我认为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台湾就即将从过去这么长久的制造中心，进入到展售中心。那么我希望也期待它能发展成为一个休息的中心。那么这个八十里路就真的可以完成。这次的活动我非常的感谢，我也得到很多的感动。我们这么多的业者义无反顾的去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很多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心中有数。对供应商而言，这也许是一个没有商机的展览，因为他的买主都是船厂，我们已经有几十年的交情，他何必来参加这个展览呢？他要卖给谁呢？他不就是卖给他的老朋友吗？可是我感动的是，这么多的人，那么他们一点都不计较，全心全意的投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船厂，从北部下来的船厂，千里迢迢把船开下来，经过了多少的波折，这个波折还真是风浪的波折。我们终于到达了这个地方，各位刚刚在影片中也看到了，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辛苦，无眠无休的把船拖到我们展览馆里面，这个是业者的努力。但是同时间，我也看到了我们政府单位的努力。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地方政府，在李永德副市长的带领之下，定期的、不断的去督促我们这个各个局处，对于这个展览势必要成功的一种决心。我们看到了一个政府单位，毫无本位主义，这么多的部门全心全意的投入，让我也觉得非常感动。我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主办单位，还有我们的这个外贸协会，这一群年轻人虽然这么样的没有经验，但是呢，他们这么样的努力学习，这么样的任劳任怨，其实同样面对这么多的老板，面对这么多的长官，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可是我也能够感觉得到，他们也没有抱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我们可以感觉到从中央到地方到业者，大家都为同一个目标在努力，而且我觉得我们有做到。在未来的路，我觉得还有一段路要走。我希望台湾能够构建成一个亚洲的展售中心，这是下一步，我们今天就是开始。我们希望它能变成一个休息中心，那么需要更多的单位、更多的这个中央来支持跟努力。当然，我们感谢这个杨政务委员以及两位立委在过去呢
对法轮松绑的投入，让我们看到一切的曙光。我们希望在有水的地方，在台湾有水的地方，我们就能够看到台湾的游艇在上扬。淡水也美丽啊，爱河也美丽，高雄港也美丽。我刚刚也忘了讲，我们高雄港萧定俊董事长，他是一个非常开明的董事长，我觉得他也有这样的心胸。虽然说高雄港跟高雄市不隶属在同一个单位，可是他们也同样为同一件事情努力的付出，在为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付出他们的努力，而且看到这样的成果。所以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有希望的地方。虽然我们这一个海岛国家，人民好像并不是很爱海，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那是过去种种的历史包袱。但是我最后要靠一句雷根总统讲的话：如果我们不做，那么谁做？如果我们现在不做，那么什么时候做？所以我想，我们只要有开始，我们就有办法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再一次的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参展商，再一次的谢谢每一位参与这个活动的每一位，谢谢各位，请代表我领红，谢谢。谢谢，谢谢。